bit.我觉得大家都特别喜欢，其实这款酒并没有就没有在我们的仓库里边待很久，我们发出图片来就几乎被朋友一抢而光了，因为大家都希望用一点方式去支持武汉。然后当然就很重要，对，就是我们觉得如果不这样做的话，首先我们自己的酒就得浪费掉，没有办法再去售卖了，这样这是我们自保的一个行为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希望用一些方式能够去纪念这段日子，能够去用一种方式去呈现，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经历了什么。对。